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这个啊，这把我们来玩五军对决。别问我这款皮肤哪来的啊，我是被骗兑换的。体验服都对了一个，体验服一天能，只要你一天打排位赢一场，就能拿到一个饰片，所以说还是可以无限拿的吧。但是也不一定每天都能拿得到，因为有的时候打不赢。现在这个貂蝉的那个鞋子好像被调整了，调整了以后好像没什么用，它不会再给你增加那个 CD 了，上限5%，不过好像还是有一定的效果。错啦！没有，我们家香香怎么不动？我操！高士清啊，哈，没有队友了。我操！搞掉他，搞掉他！抢钱，抢钱！搞掉两个，这边又来一个，哎，对面也是貂蝉，两个貂蝉在打，真不好打。我塔王全部给他吸走了，你貂蝉就拿的多多的吧，拿的越多，你死的越惨。哎，错了错了，这自己人啊，我居然看错了。不行，你们去打那个。大哥，你这样子把我抢了。你跑，赶紧跑！此地不宜久留。对面那个貂蝉，我们先看一下情况啊。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再上去。子龙哥哥，这是千岁一战，小心被他们干掉。好，搞掉他了。
他们比较靠前。你们就站着吧，我不上去了。小香香每次都来跟我抢。好，对面那个貂蝉这么溜啊。哎，围剿那个剑怎么没了呀？去打他呀，打我干啥呀？真烦，你自己要死的那就作死吧。真是的，不想打你，你硬要跟我打。这么疯狂，可是这块平台也不冷哟。当我再次踏入长安，就怕来自那个天。哎呀，打不死。我跪进山林，假装一蹶不振，永远的躲在了深山里面。围剿呀，倒是有没有人一起上呀？居然仿佛赢了，奇了怪。微路这样都能赢，将近九。